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秋。嘿，这个月我要用台语来大家介绍，讲要怎弹吉他。这个月时间五礼拜，我会一礼拜教一叔叔啊，教大家用台语教大家安怎来弹吉他。嘿，我的台语无讲介好，若讲唔对，也是讲了袂认得，请大家都较莫见怪者。嘿，这个月我要介绍这条歌，其实我真欣赏一个老师写的歌，伊叫做阿迪亚老师写的歌。这条歌叫做《互你知》。我感觉这条歌的歌词写了真袂歹，特别是若是讲你有女朋友啊，想要结婚啊，那个唔知影要安怎表达的时阵，这条歌真好用。嘿，安尼卖啰嗦，我即马就先来弹。这礼拜要甲大家介绍进度哦。头拄仔弹的物件，就是这礼拜我要甲大家介绍的物件。OK， 这条歌其实无讲介简单哦，我感觉伊不哩啊困难啦，嘿啊，伊有用到真侪技巧，像锤啊、钩啊，有即款有遮个技巧伫咧，嘿啊，刷落来，我即卖因为伊的和弦伫咧换，我就无爱用讲，即卖是倒一个和弦，倒一个和弦，我直接看阮谱的第一个小节 ，OK， 我对谱直接开始教大家要安怎弹 ，OK。好，即马开始，阮即礼拜第一个小节了。来，阮用第二根指头啊，揢伫咧第四弦的第二格 ，OK， 头三个音就是安尼，真简单哦。阮用第二根指头啊，揢一下。好，刷落来，阮用第一个指头啊。放伫咧第三格的第一弦到第五弦 ，OK， 实际安尼放第三格，阮呢第三格镜头啊放伫咧第四弦的第五格，我弹一届哦，头六个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再看一届哦，一。两三四五六，这时阵爱停一下，你着手放轻松就好，放轻松起来，声音就定起来。OK， 搁一届哦，一两三四五六，有无？六刷了，声音就转去。OK， 刷落来咧，你的第三个镜头啊，刷过来隔壁第五格，安尼就好啊。OK， 你的手莫整个拢刷去哦，头一个。第二个和弦是安尼嘛，第三个镜头啊，刷过来隔壁第五格，安尼第二个镜头啊，搁试落第四格，安尼就好啊。OK， 今即礼拜谱第一个和第一小节甲第二小节，请大家同齐看，安尼听起来较好听啦，因为伊长的所在较无同，毋是讲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安尼长。所以讲，阮第一个小节甲第二个小节，阮同齐来看，同齐来弹，安尼弹起来较有感觉，吼吼。好，刷来，即个三和弦嘛是同款，三音尔。爱注意哦，伊个第三音是爱停一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 有一解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刷落来咧，你个第三个镜头啊，莫离开弦。直接刷过来，刷到第三格遮，你的第四个镜头啊，试落，试伫咧第四弦的第四格。OK， 我一解哦，头一个顶一个和弦是安尼，直接刷过来，第三个镜头拢无离开弦哦，直接刷过来就好，第四个镜头搁试落。OK， 这两个弹了后，第一个镜头啊，即第二弦的第一格，交起来。OK， 我只弹一届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安尼算，安尼无啥好。无要紧，我即马对
第一个小节慢慢啊弹一届哦，因为呢算较好算啊，吼、哦，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赢你吗？我试一届哦，真慢真慢真慢 ，OK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过一届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OK。好，这条歌较困难的所在，除了你的手爱真灵活了后，你的拍子、你的 tempo 嘛爱真准，嘿，因为伊长的所在较无同。我即马用正常的速度来弹第一个小节甲第二个小节咯，好。啊，无说你就弹四个小节，无紧，因为头两个小节甲后壁两个小节是同款，一模一样诶物件，吼、哦。我讲弹较慢咧，搁弹一届哦。好 ，OK， 阮刷落来第五个小节。用你的第一个镜头甲第三个镜头啊，安尼试咧，应该真简单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搁一届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了后咧，刷落来就好。第二镜头刷落来，刷一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同款，还阁刷上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有简单无？简单吼，吼、哦，阁一届哦。遮，阮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第五个小节甲第七个小节，试一届哦，来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啊，刷上尾第八个小节，这三这两三四五三四五这三条弦同齐扭，啊刷落 ，OK， 卖离开弦，直接刷落就好，安尼今朝就讲煞 ，OK， 阮这礼拜的进度就到这，吼、哦、啊，我相信大家嘛听甲真痛苦，我的台语。我后礼拜，咱阁想看卖，要安尼继续落去无？嘿，我即马自头到尾，即八小节，我用正常的速度阁弹一届 ，OK？ 好，以上就是阮即礼拜的进度啊。即马阁甲大家提醒一个物件，我伫咧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第五小节的时阵啊，有无？遮三个小节，就是对遮安尼啊，刷落来，阁刷上去。即、這个所在啊，你若大家若讲声音拢断了，讲同款啊同款，你就听起来就戆戆，有无？戆戆。这个所在大概会使用到正手，嘿正手啊，会使做一个金属的起伏，就较大声咧，是较细声咧，像安尼。过一届哦，无一定爱像我同款啦，就是你看讲你啥物时阵介意较大声咧，介意较细声拢会使，就是卖讲。拢同一个音量的呢，听起来较戆，
就安尼尔。OK， 我搁试一届哦。好，以上这所在提醒一下。啊，后礼拜我再搁想看卖，要继续用台语教无？好，安尼大家各位乡亲，后礼拜见，拜拜。